朋友们，今天咱们不聊车啊，今天咱们聊一个现象，就是特别有意思。刚才的话，我在看这个抖音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很多的这个直播的主持人啊在学啊，或者说模仿前一段时间好像似乎非常流行的复古的这个劲舞团的啊这个现场舞蹈，因为里面的人的话呢都模仿那个 AI 机器人嘛，对不对啊？模仿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物的说话和动作，然后的话呢，这个没想到这一股风呢啊刮到了这个汽车行业的直播间里面去啊。那么前两天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相对来说非常专业的，戴了这个赛博朋克的这种眼镜啊，然后穿着这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个衣服，看起来呢确确实实有一点点像这个机器人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啊，他这个普通的装扮，但是呢就是只是在模仿这个讲话，然后模仿这个这个动作，然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口音啊，这个地方口音，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但是呢直播间里面还是挺有人气的，我看到这个同时在线的话也有啊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哈啊，这个我就觉得吧，这个真的是啊，虽然说大家看起来这个特别的尴尬啊，演的也不像。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在演，他自己也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他在演啊，演得很尴尬。但是啊，这个直播它就是有效果啊，就是能留住人，对不对啊？这个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啊，就像某些这个造车新势力一样的，他每年都去开发布会啊，他也知道自己在吹牛啊，他也知道别人知道他在吹牛，但是这个牛继续吹啊，因为无论如何这样能够带来人气，带来关注，带来流量嘛，对不对啊？当然咯，汽车行业最终的流量啊，你不仅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气，你最终要把流量转化成利益啊，转化成你的利润，这样才能够啊让你的企业经营更长久，而不是花冤枉钱啊去请这个什么歌手啊唱歌之类的，办这个庞大的这个发布会啊，发布一批啊看似非常强大的一些所谓的科技啊，最终啊却被人家爆料出来你的所谓的自研的科技实际上是第三方公司研发出来的成果。因为第三方的公司自己发了这个公众号说啊，我们的这个研发成果已经被某某某某公司大批量的采购啊，大批量的采购了，下了订单了啊，结果啊这样一出来，结果发现并不是他们公司自研的，而是买了人家的东西，而且是谁都能买的，因为他只是现在先接到他的订单，谁都能买的东西啊，能够算自己自研的东西吗？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吧，欢迎大家关注我。